还要写吗？有，是陈小姐吗？对，我们贵宾两大两小对吗？对。好，你有满七岁吗？有啊，有。你有没有跟我摇头？在喊晚餐吗，妹妹？对，她有喊晚餐。有喊晚餐啊，好的。我还有肉粽嘞，妈妈。我请一个人餐吃的。啊？为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鸡腿。鸡腿。鸡腿。哦，有螃蟹是最讨厌的哈。夹就会撇，但是你可能会拿一个。焗烤海鲜。妈妈，我帮你要一盘面饼。哦，妈妈，她有白斩鸡哎。这骨头都是我的呀，是不是？呀，肚子好饿呀！好好厉害！好，他自己要加什么料？大红豆在这。那是巧克力酱。爸爸再吃一块牛肉好了。好，谢谢。飞短短真可爱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哇哇哇哇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哇哇哇哇哇，我是只小猫咪，团队团团真可爱，耶！妈妈妈妈妈妈，我腿上有两颗脚趾呢，妈妈妈真可爱。看一下脚趾，好不好？今天为了点阅率，特别露出小腿脚趾，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一颗脚趾？你手走开来，小腿上的脚趾哦，妈妈妈妈妈，我可是有两颗脚趾呢。来，妹妹讲一次，来两，妈妈妈妈两颗脚趾。喂，妹妹妹妹妹妹，我可是有两颗脚趾呢。妈妈妈妈妈妈，来，手给我，手给我。妈妈妈妈妈妈，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妈妈妈妈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妈妈妈妈妈妈，我腿上可是有两颗脚趾呢，哎，记得订阅我嘞。你在狗狗这一层吗？狗狗这。少一颗牙齿的狗。对啊。妈妈妈妈妈妈，少一颗牙齿的狗狗这。你是黑炭美人的，整个都晒黑掉了。乌骨鸡，乌骨鸡，乌骨鸡。我是黑鸡。乌骨鸡。小张家里面的黑鸡呀、啊，小张家里面带来不祥的黑鸡就是你的。满碗酱两个人多少钱？一个人九百九。一个人九百九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加小胡450啦。应该500块吧。500。我加。
所以像我们这样这一餐吃了2500刀，我再去拿些牛肉来。啊，小猫咪你最赚的，你不用钱。妈咪今天可以教我游泳吗？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再。